这个是装在上面的，这个拆下来，然后这个也把它拆了。这是上面料斗上面的，足球开关，你要不要这个标记？ 看一下那个底下有螺丝的。啊，那个好像凉了。够吧？啊？够吧？对呀，那个够了，那个不需要。嗯。 好，这个我们拆了，我们会包那个防撞棉之类的，然后直接固定在这个电机旁边。